中国台风的最新动态，那么追在呢？掌握苏力台风的最新动态，那么追截的新闻重点呢？包含就是苏力台风它的方向有稍微改变了，可以看到它是从原本的西北西现在转西，也就是说呢，目前太平洋高压是持续增强的，将会推着这个苏力台风依序朝着台湾方向。 全心。
话歹行拢唔惊。天大地大我上大，歹人看到阮嘛皮皮抓，咱是灵魂快乐逍遥笑哈哈。再出发，再出发吧，你是阮的第一名。天公就听这款命，把艰苦当作跳恰恰。不免惊，不免惊啦，咱是勇敢的小飞侠，带着钢盔甲伊拼，人讲无惊袂出名。最风狂，不管浪费青春性命，歹名声。开头，